是一定要你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拉拉徐佳莹。我在5月29号终于发行了我的第一张创作专辑，专辑名称叫做《徐佳莹拉拉首张创作专辑》。那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呢，都是我过去这2-3年来的创作，包括有里面有7首歌都是我在星光大道的比赛上已经唱过的。那大家或许会觉得，哎，这些歌都已经听到烂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发呢？可是已经不一样咯，因为我们这次啊，公司找了很多很厉害的制作人老师来合力完成他们，像陈建奇老师、林伟哲老师，还有贾敏树老师跟苏通达老师。然后我们在过程中都不断的在，不管在歌词上面啊，还有歌曲的结构上，还有编曲上，都花了更多的心力去完成它，然后做得更加的完整。其中有几首我自己特别喜欢，像是《失落沙洲》，因为建奇老师他把编曲编得很像电影配乐，然后整个就是一首感觉很催泪的情歌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听。还有像《出口》，也是被编得一个很清新的感觉，包括《明知故犯》啊，《白起》啊，都有了很不同的新的样貌。那大家如果好奇的话，就可以听听看，然后并且多多支持我的专辑，请多多指教，耶！海阔天空。